知道了。我想把话题交给张老师之前啊，以后更少。对，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楚老师，您刚刚讲到有关于蔡英文的这个态度啊，对统独的态度，您刚刚用了说有一个关键性三个字，你说没有关键性的转变，这关键性对您来讲是什么意思？当然，对大陆的官方来讲，那就是回到九二共识嘛。这个，但他做这一点，他就相当困难，几乎不可能嘛，是吧？但如果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他从那个陈水扁那时候李登辉那方面来积蓄一点点智慧的话，那就是说他暂时还不改变台独立场，但是说呢，就是不排除或者说我们可以未来还是可以同意的。这个东西，陈水扁也讲过嘛，李登辉也讲过嘛，是不是啊？那就目前做一点这个转变，尽管大陆也还是反对的，但是呢，至少是有可能还是缓和一下局势，是吧？然后是再往前再走一步，也是各种可能性都各不可以排除。换句话说，从大陆的角度，就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把事做绝。我这么说，是不是符合您的看法？绝的问题，你要有一个积极的姿态面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方向啊。因为我刚才就了，你看拜登都已经公开的说这，拜登说这话是不容易的，这是中国同意嘛？他讲的中国的同意这个事情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嘛，是吧？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还甚至讲了一个跟我也想说出来的话，说大陆很多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个东西来做的。你想一想，这个他这种话讲出来的，我倒是觉得他也是给他做了一些汇报了，好像是这样子的，是吧？因为我有篇文章也讲了，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包括很具体的事情，围绕着这个东西在做啊。我们的三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个现代化的使命一直在做得这么的成绩斐然，但是我们要继续往前做。但是我们过去的搞走过统一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做，那效果不是太好。当然不是说没有成绩，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和平统一的成绩，是吧？那效果不是太好。那当然不是太好的，你这个你我们的第二名搞1980年我们搞那个搞台湾同盟之搞合同之后，你搞这么多年了，把民进党搞出来，把台独的力量搞得越来越大，搞得台湾的民意越来越走向统的独立。你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这个合同的这个政策是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嘛，那么所以现在要我们大陆是有一个扭转方向的一个想法，我想这个想法在高层没有公开的那样讲得很清晰，至少说我在政策方面，我倒是觉得是这个方面政策方面已经有了定论了，是吧？一定要做一点事情出来，要主动的。我用民间的话来讲，过去的30年，我30年合同30年核心，过去的30年是李登辉在当时的从91年开始。台湾修宪嘛，那时候开始就是台独在不停的制造事情来折腾大陆，是吧？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大陆要开始要朝着统一的方向去折腾台湾了，啊，当然这话不说的不太好听，是吧？他首先当然要折腾台独，是吧？这个，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就讲呢，我要就是目前要劝降台独，劝降可能就比较难听一点，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你台独你台湾台独我要投降，那肯定是不好听，是吧？至少我们有个劝和嘛。劝和，但是有个前提，大陆官方讲是和平统一，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从官方立场往后退一步的。你首先分两步走嘛，是吧？你首先一点，你李登辉也讲过，李登辉灭火两国的灭火，这讲的还是讲的统一，还是可以还统一还是个方向嘛，是吧？李登辉也讲过嘛，那个陈水扁还冒出来，尽管讲的一边一国，什么废了国统会，这他还是冒出来的统一也是个选项啊，他也讲过这句话嘛。是吧？你这个蔡英文呢？现在你现在这个局面，你要变，你空谈这个和平谈判，两岸什么怎么坐下来？那怎么可能呢？啊，你九二共识也讲不出口，是吧？你首先讲一下，我们未来还是可以统一的，这个东西大陆不一定都能接受这一点，是吧？因为大陆一直强调九二共识嘛，可能还会反对他，但是呢，至少内心当中会认为你是的确是内心有诚心嘛，有诚心，中国一句话叫做诚嘛，诚是很重要的。你就诚心往着那个方向走，你嘴上讲诚有什么用呢？你嘴上讲诚，实际上对美国诚，对中国大陆是不诚的嘛？好吧，张老师，我想这个楚教授对这个民进党就是非常的了解啊，分析的也都很到位。我个人觉得，民进党主张台独，从他们的立场来讲，那不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陈水扁这个废除国统纲领，这个还有国统会，到后来他也没敢讲废除，他就说终止。
倒是我觉得在国统会国统纲领这个问题上头是国民党应该反求诸己的，因为马英九当选的之后，立即所有的人，包括许立龙、这个许上将等等，都进总统府跟他恳切的谏言，说请他要恢复国统会的运作啊，那重新这个来宣布这个实施国统纲领等等。可是，一而再，再而三，马英九都没有同意，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谴责陈水扁，因为陈水扁就他的台独立场来讲，他当然要废除国统会跟国统纲领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国民党是追求统一的，所以马英九上去之后不恢复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运作，我觉得马英九的错是远比陈水扁的错还要犯得更大一点。那就今天的民进党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民进党的老一辈的那些人，刚才您讲的吕秀莲啊，除了吕秀莲之外，民进党那个老一批的，像是许信良啊，甚至非常毒的，像是台独理论大师的林卓水啊，这些人啊，他们大概都对两岸关系有了一些比较觉悟哈。在台独的立场上头做了相当的一个修正，可是现在当政的，蔡英文呢是非常的坚定的一个台独主义者，那他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顶着这个中国大陆直面而来的压力的话，老实讲，他会跟喜乐岛的做法是没什么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要盼望说是，蔡英文能够幡然悔悟，做出一些友善的举动，让大陆虽不能接受，但是心头还感到就是说有一丝希望的话，这其实是蛮，就是说我觉得是一种空想，我个人认为，因为如果蔡英文想要这个。改善两岸关系的话，他不是说，这个两岸和就是两岸关系啊，两岸和平的这个建构啊，不是台湾单方面可以承担的，要两方面共同来努力。这句话说的是没有错，可是这句话说的是虚的，没有地基哈，因为他其实是。倒不必一下子，他也你要这样强迫他，也有点强人所难，因为他已经把九二共识批评的体无完肤，而且正面的回绝否决了，一再否决了，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提九二共识。但是呢，他至少可以讲说啊，我们两岸是一家人，两岸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如果讲这种话，我觉得大陆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可能还有一点转机，但是他连这种话都转不出口，讲不出口，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寄望民进党的这个态度转变，让两岸关系得到一个这个就是回温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是非常小的。那刚才大家谈到说是。国民党特别是赵少康的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好像国民党又突然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我觉得赵少康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因素了，他其实早就可以在国民党内部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赵少康这个时候跳出来，对我来讲，我觉得赵少康是有一点投机的这种作为，当然背后可能不是韩国瑜的怂恿，可能是美国人的怂恿也说不定哈，有各种因素，我们没有不了解这种政治的运作，只能够就是猜猜看吧。但是我觉得赵少康出来，不论是谁把他推出来。其实是救不了国民党，也救不了台湾。就像刚才楚教授刚讲的了啊，就是说，其实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就是不想统嘛。民进党当然是想独，国民党就是想这个偏安一隅嘛，你就维持这个小朝廷。
那美国人当然更不希望你统，所以当然美国人向来在任何地方他押宝都是两边的，但在台湾的话，他其实不需要押什么宝，因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都是亲美的，都是抱美国大腿不落人后的啊。所以赵少康出来，我觉得救不了什么国民党，因为赵少康有理念吗？你看他今天是出来，他讲的话就是说，哎，我经济要靠大陆啊，我这个安全还是要靠美国啊。哎，那跟韩国瑜讲的没有差呀。我们当初觉得是韩国瑜讲这个话格局太小了，什么经济靠大陆啊，安全靠美国啊，科技靠日本啊。那今天赵少康讲跟他没有什么差别，这表示赵少康也没有格局啊。而且我觉得赵少康从过往的这些年来讲的话，大家对他的私德是有一些闲言语的啦，包括什么飞碟电台怎么会到了赵少康手里头啊，然后中广怎么又会变成赵少康的啦，等等都有疑问啊。我觉得最主要是赵少康没有理念，而今天所有的国民党人你把他挑出来看一看，从这个赵少康算是老生代了啦，以前可能像现在以前的这个中生代啊，像马英九啊这些人，现在都变老生代了。那现在中生代就是这个刚刚选出来的百大的这个次就是次世代的百大的，像就是国民党江启臣名列其中啊。但是江启臣也是一样，也是没有理念的了。你今天把国民党的人摊开来，领导人摊开来，不管老的或者是年轻的，当然像连战那一辈已经是过去了，他们是比较有中国情怀，是比较希望追求统一的。现在大概硕果仅存，只剩一个洪秀柱还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那当然张亚中也有一些想法，跟这个类似，虽然是我们看起来不是很可行啊，但是他还是期待两岸统一的。那除了这几个少数的人之外，整个的国民党的人都是想偏安一隅的。好，江启臣以下这些人都是想说，九二共识是已经没有市场的一个政策了，所以呢，我们不得不把它束之高阁。我政党的目的在取得政权，才能够实现你的想法跟政策。所以要取得政权，我必须要向民进党靠拢。所以现在国民党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尾巴党了。那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像是朱立伦啊，像是侯友宜啊，这个大家都看好说可能会这个角逐下一届这个总统的啊。再包括什么像韩国瑜啊，甚至于现在赵少康也放言说他想要选总统等等，这些人你通通给他盘点一下，看看他们的路线是什么。他们的路线就是偏安，好，维持现状，好，所以他们是无助于这个就是说不想要推动两岸统一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以前大陆还很天真的说我两个寄希望了，那现在你既不能寄希望于政府，也不能寄希望于人民，因为台湾人民通通都是偏独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这是为什么连个外国人芮孝简这些人他都看得出来说，我看不出这个两岸还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啊。我现在忘掉了那个记者的名字，一个很有名的美国记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现在如果大陆要统台湾的话，不需要任何理由了。